哪一个地方好玩啊？要走近一点的，也有网红的，看你想去哪里玩。这个是不是近一点？这个八百锤在中间比较刺激。这个是离心力很厉害的那种，对，它是180度摆的。还好，真的不可怕，真的。然后先搞这个。你之前海盗船你玩过？我最讨厌海盗船。姐姐。那个离心力真的好厉害。不会，你试试看，看一下，你看一眼。我看过。你很难骗呢。没事，没听到，你别说。你那个还没到好吗？我还没到1.3米。哎呀呀呀呀！我好像有点高血压。有心脏病哦，可能。没有，这个穿裙子玩不了的，你知道吗？不会，它会有那个东西卡住你。不要紧张，还是我就靠住那个。对，你就贴着它就好，放轻松就好，不要硬。快开始了！哎呦，好像有点快哦。离心力很厉害的那种，对，你最讨厌海盗船。我还没到1.3米，我好像有点高血压，有心脏病哦，可能。来啦！哇，好舒服啊！